咁好啦，咁啊开始天黑啦，咁就室内就开始开灯啦，咁就我觉得系一个最适合嘅时候去影呢一个呢一扎楼嘅外围嘅。咁啊，咁啱见到人烧紧衣，咁啊，我试下。盡量唔好影到啦。咁啊，呢個屋苑呢，就叫做海日灣啊。The horizon 個 Z 音可能要高少多少少。The horizon 是但啦，唔使讀得咁標準嘅。咁啊，依度都幾靚嘅，其實咁啊，依扎新屋咧，其實同啟德嗰扎咧個感覺有啲似。咁啊，又係有高有矮咁樣啦，咁啊，即係高都唔算話特別高，所以其實咁樣都叫做得十零層嘅啫。咁啊，呢邊呢就得5層嘅啫。咁啊，好明顯就係一啲低密度嘅住宅啦。咁啊，呢度係個管理處啦。咁啊，都八達通入去咁樣嘅。咁啊，都感覺都幾高級。咁啊，天一黑啦，咁就開始有蚊啦。咁啊，我都 feel 到俾蚊咬咗一啖。咁啊，仲啱啱見證到佢開燈嗰一下，咁啊，個感覺幾特別。咁啊，好啦，繼續行啦。咁啊，我就求其行個圈，咁就兜翻出去科學園入邊就搭車啦。27號 A 去沙田幾啱我喎，咁啊一陣間搭去沙田啦。咁啊，依度就真係望下呢，原來呢個 building 與 building 之間呢，係真係有條罅嘅。咁啊，嗰個感覺就係、是。個私隱度都真係好高啊！咁啊，唔知係成棟都係即係自己嘅，定係每人一層咁樣啦？但係個感覺真係好正啊！
啊，依扎樓都好靚喎，應該係另外一個屋苑嚟㗎啦。咁啊，唔係好高嘅啫，都係得十零廿層嘅啫。咁都算係低密度嘅。呢度叫加熙啊，乜熙都好啦。咁啊，嗰碌柱都幾得意喎，咁啊有啲 pattern 嘅 Solaria 加熙。咁啊，呢一度呢，就叫做日龙湾啊。咁啊，日龙湾个英文名就好靓啦，Mayfair。咁啊，Mayfair 就系、是、传统大富翁入边最贵嗰笪地嘅名啦。咁啊，呢个位系一间幼稚园嚟嘅，国际幼稚园。咁啊，望一望人哋個樣，即係個入口幾有氣派。咁啊，佢唔行我行啦。咁啊，Mayfair by the sea two。咁啊，咁啱呢度有個路牌，咁啊，俾大家望一望啦。呢度叫科進路啊，喂，咁样生啲撞喎，大佬。咁啊，依个另外一个屋苑叫云汇 Saint Martin。咁啊，望一望啊，都几靓啊。咁啊，不如呢度影张相先。咁啊，有需要嘅话，我就用呢一个位嚟到做个封面啦。咁過咗馬路先。呢度呢就有個路牌，就話繼續向直行嘅話呢，就去大埔嘅。咁啊，因為我會出返沙田嗰邊啦陣，咁啊，同埋我都諗住喺度兜個圈嘅啫。咁我就會喺呢度兜返出去，喺外圍嗰度行多一段路，返去科學園嗰邊。揾車嘅，
前面又是另外一个屋苑啦。咁呢边就仲有另外一个。咁呢个屋苑都系咧，后面就有排屋啦，即系有一排楼啦，前面咧就有一排屋啦，咁啊三层高咁样，几靓。咁一个位都几靓喎，影下先。好啦，继续行啦。咁啊，呢度上面就有一条桥啦。咁啊，唔知条桥系几多号桥啦。咁就应该系可以去到中大嗰边嘅。咁我今日就唔特别行啦。咁虽然上面应该都可以勉强影到个靓景嘅，咁只不过以我所知咧，而家就加封咗啦，咁所以要喺一个比较高嘅位置先至望到一个好啲嘅景。咁啊，好大風啊！咁其實我有買到一個防風嘅一個套咧，可以收音好啲嘅。咁啊，不過我冇用，即系我冇攞出嚟用，因為我覺得我又要插多幾嚿嘢，我先做得到呢件事咧。咁本人就有少少懶惰啦，唔好意思。咁就呢度系条公路啦，咁呢度已经唔算高速公路噶啦，已经系即系入咗嚟科学园嗰边噶啦。咁出边咧就仲有一条路嘅，咁嗰条就系、是高速公路嚟嘅，24A 去沙田站，咁都几啱我呢架车。咁留意一下佢边度有车站先。咁可能我行到见到有车站嘅位置就喺嗰度停都唔定啦。哦，如果依度已经有啊，咁唔好啦，行多几个站啦。咁呢一扎楼其实都真系几靓。咁啊，唔知点解啦，头先海边都冇咁大风啊，咁反而呢一个车路位咧咁大风。咁好啦，咁望一望啦，呢度有个等车处啦，沙田港铁站候车处。咁27A 去到沙田港铁站嘅，咁我一阵间应该会搭呢架车。咁呢度有架 A 车啦，去机场噶啦 ，A47X。咁另外都望一望啦，呢个806A 去黄泥头嘅，咁就另外有架806B 去石门站，咁806C 咧就。去科學園
另外那邊是去大埔啊？是不是這樣看的？不識啊。啊，善咦，可以去到 Vigo Mall 的喎，恆安站那邊喎，沙田醫院、海淀灣、錦泰。咁啊，呢度仲有啲巴士嘅。咁就唔係好識啦。咁誒，74D 就去翻觀塘碼頭啦。咁啊，其他唔係太識啦。咁啊，你望到嘅就望啦。900去灣仔啊，咁啊，應該係唔係永遠都有嘅，係咯，即係得幾班嘅啫。即係繁忙時間先有車。咁啊，依度就係雲匯個入口啦 ，Saint Martin。咁啊，雲匯個招牌啦。樓與樓之間嗰條罅啦，個天都仲未黑曬嘅，爭少少。而家已經7:00啦。Solaria 加希，都幾靚喎，其實。咁誒，就咁望一望啦。又去到另一站嘅巴士啦，嘅巴士站啦，咁都系头先嗰站巴士站嚟啦。咁即系下面都系头先嗰站巴士嚟噶啦，巴士站。咁啊，呢度就有个清晰少少嘅牌，就话到俾我哋听有咩车可以到到白石角嘅。咁啊，由大埔嗰边过嚟有73D、74D。74P 9271B 272P 274P 啦，大圍有82D 啦，跟住咧就可以經呢個城穗轉車站啊，73D 就去荃灣嘅，咁啊47D 74D 74P 咧就經大老山隧道就可以去到。九龍灣、牛頭角、觀塘嘅，咁900咧就經西隧啦，就去中上環、灣仔啦。271B 咧就可以去到九龍塘、油麻地、尖沙咀，應該就係經西隧啦，我估係咪啊？咁另外就272P 啦，就經呢個青沙公路轉車站，就去荔枝角、美孚、葵興咁樣嘅。咁啊，所以交通都算方便喺度。咁啊，另外就係依個27A 啦，就去沙田站啦。咁咧，我就依段片嚟到呢度啦。咁我就諗住喺依度搭車。咁啊，多謝大家收睇啦！呢段咁悶嘅片，
咁啊，同我 explore 一下，其實呢個科學園其實佢周邊嘅住宅咧，其實係咩樣噶啦？咁啊，我以前認識嘅呢度咧係一片荒地嚟嘅啫。咁啊，估唔到而家就變咗一啲咁靚咁靚嘅高級住宅啦。咁啊，多謝大家收睇。呢段片系咁多，记住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啦，我好需要多啲 subscriber 啊 ，thank you， 多谢晒，拜拜。